想知道最新最及时的新闻资讯，都可以上华视官网同步收看，还有最方便的华视新闻 APP， 只要下载或者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， 就可以一手掌握最快速的消息。也不要忘了到华视的粉丝团跟我们分享各式各样新鲜有趣的话题。新闻最后带你来看，在云林外海呢，今天上午6:30的时候出现了水龙卷，当地的民众啊，赶快拿出手机拍下难得一见的景象。